我第一次做街头表演，我感觉是观众可怜我，不是觉得我表演的好，所以我是很不舒服就下台。现在我就做街头表演，我会受到观众的那个鼓励，就让我继续做我的那个训练。我知道这个东西不会成功，就自己好奇，就看那个极限在哪里啊。我想要突破，因为世界有着无限可能。因此借由巴西武术 Capoeira 的练习，更能掌握节奏感，更清楚知道我与地板之间的距离，整个环境的空间感。我今天我会试一个新的没有表演过的动作。我准备了2年，可能还是会失败，但我不会停止挑战。